化的一半。来这边，来到旁边。那再加上呢，除了瓶盖跟瓶身之外，都有这个 Saffiano 的皮革十字纹路。除了瓶身之外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包装上面呢，也有 Prada 非常经典的这个大色块的品牌经典元素呈现。所以呢，除了这个丝带跟外包装盒之外，每一款都非常的精致。我们请问一下，来右手边的媒体朋友，给他拍摄一下画面，还是可以帮我们前进一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achel， 谢谢大家今天下雨天来这边支持我们。没错，瑞莎，我刚瑞莎走过来，因为我靠比较近，所以我闻到瑞莎身上好香，好像仙女走过来一样，对不对？好像仙女，因为我们家瑞莎其实本来就很喜欢 Prada 的香水，而且这一次有十个不同的味道，说实话，对呀、啊，就是每个味道都可以保留一个味道。像我这次特别喜欢这三款，哦，这三款，那我们请瑞莎帮我们介绍一下。就是我现在身上就是你说很香，对，很香是哪一款？就是这个Purple Rain。哦、oh, ，Purple Rain， 刚刚海贝身上也是。它就是这个名字是它的中间的这些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手叫 Prince， 然后这个名字就是他的歌曲的名字，是觉得很浪漫。然后出国去度假的话，都会想带这一款，比较清香，对，它很 fresh。然后有花园的味道，然后另外一款，这一款它比较素，就是我觉得比较有气质，然后比较中性，男生女生都可以喷，不吃掉的香，就感觉胆子很大的人，对，中性一点，对，中性一点，就是看过这电影，然后第三款就是冰川冰火。但是好像也很喜欢这款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很有牛奶味。然后我刚刚有问，就是送到我的那边，想到那一款，没什么味道，就甜甜的，然后里面有柑橘、玫瑰花，还有什么花？玫瑰花，还有什么花？对，萨库拉。现代化作为呈现，再加上这个印有 Prada logo 的复古印花丝带哦。这边都可以吗？好，主持人拍到你了。那我们先请瑞莎拿这个香水以及这个复古的印花丝带，让大家拍摄一下画面。排队稍左边。先到这边对。看前面，看前面。现在我们瑞莎手上拿的是 Purple Rain。好，右手边，请瑞莎，谢谢，看到右手边。看第一眼。我们依序好不好？右手边先。好，中间。来左边。左手边。来左手边。来这台。没有转过来。待会也邀请所有的贵宾可以听到我们的贵贵，我们十款香水都搭配有我们 Prada 十种不同指标性的印花来这边以及色彩的搭配，来展现每一款香氛它自己独特的身份以及特色，也可以显现出我们 Prada 非常的用心在设计这个香水以及它的配色上面。这前方这里，对，这里这里一点。你可以往前喷，没关系。好，还有哪个配件都还有需要吗？左手边。Please look here, thank you。大家中间这里。好，右手边最后几秒钟。这里啊。谢谢瑞莎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瑞莎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体验要来帮我们大家试一下哦。我们听说这一次呢 ，Prada 的柜位非常有诚意，烫金，我们这次有皮革的烫金，要来独家提供给我们的贵宾朋友，是不是可以请瑞莎帮我们示范？对，所以这是我的小名。瑞莎非常，其实内心非常的传统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瑞莎就要帮我们来示范颗烫金这个 LL。Larissa Lee 换肤性的，好浪漫哦 ，so sweet。
所以其实这个皮革烫金呢，不只可以送女朋友、送老婆之外，其实姐妹们互相馈赠这个香水也是非常好的选择。所以呢，这次这个时间之内呢，大家贵宾朋友来到我们的 Prada 旗舰专卖 Prada 香水的旗舰专卖店呢，我们就会独家的特制这个烫金的皮革服务。所以瑞莎今天为我们示范的就是 LL Larissa Lee。